喂，有什么事吗？东京的老王来信了。啊，又来信了，信都说些什么？不要急。嗯。你俩想到东京来的信已经接到了，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可能的话你们就来吧，东京是个好地方，要到了东京你们俩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了。我到东京来正受了许多的挫折，可是现在我自己已经有了一所饭馆子了，我想你们要到东京来没有什么困难的，夫妻的照片就是我开的饭馆子，在门前站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就是我和我的妻子，你看这不是一所很大的饭馆子吗？嗯，老王那小子真出息了。嗯，喂，老陈，我也真忍不住了，我无论做什么去我也想到东京去。哎，老陈你也一块去吧，要到了东京老王那小子既然出息了一定要帮我的忙的。嗯，可是我的东家一定不能让我去呀。不要紧，他要是不愿意你就偷着走，喂，就这么办了。嗯，那倒可以，但是盘费钱怎么办呢？你我的钱凑在一块儿不也是不够吗？这个请你放心吧，因为老杨曾向我说过不够的话他可以帮忙，再有盘费什么都好办了。嗯，好，那么去吧，可是多能走呢？坐明天第一趟早车，我们车站见吧。我们决定了啊。嗯，你磕的一定跑出来啊。喂，车站见啊。嗯，误不了。老陈怎么还不来呀？咱要不来的话就赶不上车了。办得这样的顺利，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和老家离别了，我们再回到这个屯子来的时候一定比老王的小子还要陡呢。那是当然，老郑，车票买了吗？啊，连旅费也买了。危险的，这有什么危险？你看这海，没危险呢、啊。这有什么危险？危险？不要紧，不要紧。哎、怎么样？不用我再说危险了。你看，都冲你笑了，有多难看？
岩田様はコメントでございますが乗車券を拝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票は何でも行こう行こう。真拿的那还能丢了吗？乘车券我还给你带去。哎，奇怪，怎么丢了吗？嗯，也许是丢了。哎，你没拿吗？我都给你了吗？我忘记了，再好好找找看看。哎呀，发芽呀！哎，挂羊的，挂羊的，这不是笑的时候，不是刚才你把脑袋伸在那叫风给刮跑了。哎，危险危险危险。哎呀，我也不记得了，也许是丢了。为什么你大家想干？那一定是没有。满州からおいでになったんですね。どこまでおいでなんです？你明白吗？我不明白。你明白吗？我也不明白。どこまで？どこまで行くんです？啊，东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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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东京，东京，东京，啊，啊，東京です，東京です，東京，東京，東京ですか。しかし、もう少し探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たとえ無視したとしても、証拠がない以上は、どうしても静岡まで無賃乗車として認めなくちゃなりませんからな。とにかくどうしても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ら、一応次の駅で下車していただかなくちゃなりませんね。这个吗？那那不行，我俩就放心了。谢谢，谢谢，谢谢。もちろん規定によれば始発以下の料金をいただかなくちゃならんのですが、見受けるところ内地の方でもないようですし、今日のところは許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しかしこれから気をつけないといけませんな。わかりましたか？不明白。わからん。わからん。困ったな。相手が言葉がわからんではな。あ、よろしい。金いらん。あ、帰ってよろしい。金いらん。哦，不用钱了，谢谢谢谢谢谢。因为你老是这样马虎，所以才到这一步，以后得小心点儿。可是这也不是我故意的，别净那么说了。哎呦，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可是在这个地方叫我们下车又没有车钱，这怎么办？没法子，我们走到东京去了。可是到东京有多远呢？仅不过三寸半。三寸半？嗯，方才我看地图不会有三寸半，那个地图太大，实在说来恐怕不过二寸左右吧。胡说。好了好了，反正也不能太远，我们走吧。怎么好？过一山又一山，要照这样走的话，多难才能走到东京去呢？喂，事到如今，你净说些泄劲的话，有什么用？可也是，这个地方有多么冷清啊！嗯。这个地方有点像满洲似的。嗯。还比不如有胡匪呢。啊，胡匪不许吓唬人的。哎哎哎哎哎呀，真深呐、啊！当心点！
是我们俩能行吗？你别没出息了，见义不容为，太恶劣了，走，接着去。好吧，走啊。バカ野郎、これで今の場面めちゃくちゃになったじゃないか。ブザちゃん、ブザ。对不起、すみませ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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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たちは一体どこの人だね。東京。東京。え？東京？从满洲国来的。满洲国。ああ、満州人か。まあ、知らないでやったんだ、しょうがないけど、気をつけてくんない困るで。どう？老陈、我们的东西、行李还拿出来了。好、我们取去吧。嗯。嗯、おい、おたく。はい。どうもさっきから火毒の数が足りないで気にしてたんだが、どうだろう、あの二人は本物の満州人だってけど、ワンカット出てもらおうか。あ、そうですね、それはいい考えですね。じゃあ早速交渉して取り直ししましょう。じゃあ頼むよ。え、あの人たち何？いや、あれはね、満州の人なんだ。あ、今ワンカット出てもらうことにしたよ。それは面白いわ。こっち来るよろしい。打ち合わせはできてるね。大丈夫です。行こう。じゃあボスボス行こうか。よーい。よしよし、オーライ、ハオハオ、テヤオだ。は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どうぞ、南京豆。あ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谢谢谢谢谢谢。不行，拿不了了，拿不了了。谢谢，这太多了，拿不了。谢谢谢谢。去哪儿了？问问他，老王的住的知道不知道？これこれ。この辺のは知ってるわ。そっちのあれに話し合いましょうか。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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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啦！散了啦！散了啦！散了！散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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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听打听，您不是这个饭馆子吗？嗯，啊，这个，啊，就是饭馆子，这个，这个，哦，そこのうちだ。啊，谢谢谢谢谢谢，今僕もそこ行くとこだ。来一个。真酷呀。哎呀，哎，快起来，快起来。李大师，哎，我请问问你，你们掌柜在家吗？我想见见他。我们和你这掌柜的是同乡，又是老朋友，因为到东京了。我们想见见他。我的，满心哥话不知道。哦，那边，哦，满心哥来有一概来吧。啊，谢谢，谢谢。啊，你们掌柜在家吗？我们想见见他。刚才出去的，没在家。可是您有什么事吗？啊，我们和这掌柜的是同乡，又是老朋友。我们这回到东京来了，想见一见他。是吗？那么就请在这儿等一等吧，一会儿就回来了。啊，那老陈，我们等了一会儿吧。好，请坐，请坐，请坐。老陈，我的肚子饿了。对了，我的肚子也饿起来了。那么咱们吃点什么吧？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哎，那有什么关系？这馆子不是老王开的吗？等他回来告诉一声不就得了吗？倒也是，那么咱们吃点吧。嗯，我们喝出来了，这点好的大吃一顿。好，跑堂的，跑堂的。哎，把饭和菜端来。嗯，饭快点。好吃啊，真好吃啊。老王怎么的了？跑堂的，快把老王叫来。老王，老王是谁啊？这还不明白？老王就是老王呗，你们哪知道？但是我这儿没有姓王的。什么？没有？怎么能没有呢？老王不是你们这掌柜的吗？这馆子掌柜的就是我。啊？你就是这掌柜的？是，我就是这家的主人。这个饭馆子不是王德义开的吗？王德义。啊，他呀，他以前也是我的伙计，已经不干好久了。他怎么的了？老陈，这可糟糕了。お待ちどうぞ。うん。これなんだ。あ、前にここにいたコックを探しに来たらしいんです。うん。老陈，这可好了。那是我真不知道怎样办好。
可是更糟了，老王这小子，我们谱他来了，连他的住处都不知道，这可怎么办呢？没有法子，我们先到那什么停车场看看吧。说这半年前还在那儿，可是现在已经不干了。那么他上哪儿去你也没打听吗？听说以后在日比谷哪个戏园子里打杂什么的。啊，真是没有办法。哎，我们再到戏园子里找到去吧。好，我们再去一趟吧。看着，真好吃啊。啊！真残忍呐！可是办不到啊，现在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喂，副委员，哪里的？你在看什么呢？你看那儿不是有两个人吗？嗯，那是我从小的朋友。哦，你见他们了吗？没有，没见他们。我刚想招呼他们，看一看我这样难看的样子，终究不能见他，所以就没招呼他。那么他们不是太可怜了吗？那倒是，看那个样子，他们也没有钱。我很想把面送给他们吃。今晚他们在哪儿住呢？哦，现在下着雨呢，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好吧。僕も仲間に入れてくれよ。哎，他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他不是个歹人呢。君，你不给吃完来改？哎，他身上挂着牌子。听我说哟，也许是歹人吧，和这小子在一块儿。太不好了，真讨厌！咱们搬到旁边那个去吧。嗯，走。嗯，怎么可能？君，吃饭来干？来，咱们走吧。走。哦，应得应得哟。君在家等着，等了不给我得了。怎么看奶奶？歌者无此为宣传广告。不是这样。哦。他不是坏人呐。君在家哪里是真的？哦。
我们是满洲国人，找朋友找不着，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吗？啊，说，你们有好办法吗？啊，いいことある。明日きっと君たちいいこと教えてやるよ。また満州の歌歌ってよ。あら、でも私たち覚えたいのよ。ねえ、行きましょうよ。ね。行きましょうよ。ね。部長、面白い記事が出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ん。これです。なんだ。うん。見た顔だな、あそうか、部長ご存知なんですか。記事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これです。おお、見た見た。あ、実はその素晴らしい名案があるんですが。おお、なんだ。あ、今度会社で売り出すあのアジア歯ブラシですね。うん、あれの宣伝にこの2人を使ってみ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すごい効果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が。うん、それはいいとこ気がついたな。しかしどんな方法でやるのかね。あ、つまりそのなんですね、この2人のぶら下げてるあの板切れですね。うんうん、あれにこのアジア歯ブラシのこの宣伝文句を書いて東京中を歩かせるんです。ああ、それは面白いな。発達して二人が承知するかな。はあ、ご心配いりませんよ。実はあの二人は、私は知っております。おお、そうか。そらい。じゃあ早速やってもらおう。はあ、承知しました。ところでその相手が満州の人なんで、言葉が通じないと困るんで、うん、今日一日そのタイプのレイキ君をお返ししたいんです。
電気さしてくれ。宣伝部長お呼びです。あ、私？じゃあまた後でね。誓ってみたりに他の会社と、契約をしちゃいけません。同事你们不许再和旁的公司随便订合同了。好，绝对错不了。大丈夫です。ではどうか。今契約金を渡しますからね。これが契約金です。成績次第でもっていくらでもあげる。这是定钱。要是以后成绩好的话，还可以跟你们俩涨钱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丽琴小姐，谢谢，麻烦您了。哪个呀？我打听打听，你们二位想要找的人，是不是王德一？不，对了，你认识他吗？不，我不认识。不过是打听打听。哦，原来如此。王德义是我们的好朋友，听说他在东京发财了。哦。さあ、そろそろしまいたま。これで用事は済んだしと。レイキンさん、これから先は女の子がいるとちょっと困るんだ。じゃあ、私失礼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你回去吗？啊，我先走了。あ、お帰りだ。那么我们再见吧。再见再见。啊，どうもご苦労さん。再见再见。来，金さん。綺麗な。一目惚れしちゃいかんね。いや、こんなに綺麗ですよ。こいついかんなと。二人ともレイキンさんに惚れちゃいかんよ。よし。では今度は一つ日本の綺麗なところを見せるかな。まあ風呂でも入ってゆっくり落ち着いてみなさい。風呂だ。
こちら一ついかん。こちら今朝の新聞出てらした方たちですわね。ああそうよそうよ、満州からいらした方ですってね。私たちも新聞で見たわね。あ、そう。綺麗なお兄さんね、とってもね。じゃあ一つこのなんだな、綺麗な満州のお兄さんのために踊りでも踊ってもらおうかな。そうね、じゃあそれじ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丽琴，你真的没对老宋和老陈说你是我的亲戚吗？是，真没说呢。那是我要告诉他们，怕你以后埋怨我，所以倒就没说出来呢。哦，那顶好了。他们俩是我从小的朋友，我也很想见见他们。不过我以前以为他们俩绝对不能来到东京。事到如今，他们俩要值得我开这么一个小饭馆，真有些不好意思说出口来。所以，我想暂且不见他们。可是这件事情，真觉得对不起老宋和老陈。你总是这个样子，无论什么事情，起初都是说得很大的。但到后来呢，就自消自灭了，连人都不敢见了。真的，朋友特意从家乡来找你，我看宋先生和陈先生有多么可怜呢。我也很知道，不过无论如何呀，我是不希望见他们的。这件事情还得请你保守秘密，明白了吗？明白了。哟，你好去做活去了。哎，对了对了，姐夫你真卖力气啊。因为咱们要回满洲，总得多挣几个钱儿。啊，你快睡去吧。啊，
走了。あなた、タバコ。あ、そうだ。そう。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れたまえ。あれと一緒に行ってくれ。どうです社長、予期以上の成績が上がりましたな。いや、全く君のおかげだよ。営業部の知らせでは東京市内だけでも先月の約3倍の注文が来たそうだ。そうすか。君の名案には他の会社の連中も花を沸かされたらしいな。しかし問題はこれからですよ、うん、ねえ社長、うん、実は僕のところで昭和キネマから2人を主演にしてぜひ1本撮らせてくれと申し込んできて、うん、で、うん、映画に主演させて2人の人気をますます煽る、うん、で2人の人気の出たところでこっちの会社の宣伝に転用する。で、映画とはタイアップして全国的な人気を巻き起こす。うんうん、ね、ぜひともこの話は社長にご承諾願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が。なるほどな。李青小姐要是穿了满的衣裳一定能好看。因为长得漂亮，穿什么都能好看。当着别人面不要这样说。他们都不明白我们的话，不要紧。看到看完了呢。嗯，二人ともそう雷金さんの周りにへばりついていちゃう。さ、君たち、外出の支度したまえ。啊？啊什么？他叫你们两个人跟他走呢。上哪儿去啊？昭和キネマだよ。でこの話がうまくいけば、君たちは日本一の人気者になれるんだ。哇，这就是最近的。什么？到昭和电影公司去，这件事要能交涉好的话，你们两个人就一二为日本的红人。真的吗？真的。本当だよ。僕に任せてきたまえ。な、さ、急いで下、ガスの下。さ。しょうがないな。さ、買い替えで買い替えで。いい人気じゃないの？
对我不是个东西。一见却把你可愿意，我要是不愿意我是个棒槌。你要是不愿意那么弄起我就走。谁说的呢？乖乖往门往外推。我饿了，我急忙去做饭。我渴了，我急忙去倒水。我渴真的，我们就今天才休息一天。我们要是这样见着老王的话，老王一定能高兴。对，今天晚上要是老王在这儿和我们一块喝酒，不知怎么样的快乐。老王到底在哪儿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注意他。如果我们喝酒去，还想看看日本舞蹈。洗澡去。洗澡去。あんなとこ行っちゃダメだよ、二人で。对不起，我们去了。我们去了。ダメなんだよ。おい。ダメだ。しょうがないよ、さあどん。もう遊びが好きになっちゃ困るな。だああいったか忘れたかな。他们真有点自暴自弃，我想他们趁这个好时候回满洲去才好呢。要是他们不明白回满洲去的好处，我想反而与他们有害处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对他们说明白呢。我们还要指导他们迈进新的生活去。是的。老陈，我肚子饿了。我也饿了，咱们吃点什么吧。我总想吃点中国面条，天天净吃西洋饭和日本饭，我都吃够了。好，咱们就去。可是这左近能有中国馆子吗？找着看吧。啊，咱问问他吧。哎，借光借光。这左近有中国馆子吗？啊？我告诉你。啊，面条，面条。满洲面。面条。满洲面。ああ、お蕎麦屋さんのことじゃ、満州蕎麦ってそこにあったじゃないの。そうね。そこ左に曲がってあるわ。そこ。从这儿。左に曲がる。あ、明白了、明白了。谢谢、ありがとう。いいえ。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啊，水饺子。哎，水饺子更好了，走，咱们进去吧。走。拉线。啊？哦，我舅母了。要什么吗？啊啊，老王，哎，老王，老王，你怎么的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你开的饭馆子。真叫我们好找啊。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不瞒你们说，我有好几次都想要找你们去。那天我还在戏园的三楼上坐着看你们唱戏呢。我总觉得我开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饭馆
真没有脸见你们。哪来的话呢？我们自从见着你就高兴极了，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哎，我们好好谈一谈吧。好吧，那么请到里边坐吧，虽然不大宽敞，可是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好，那好极了，请吧。おいくらですか？はい。因为这种情形，我自离满洲以来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你说就像这么一个小饭馆，哪还能够有脸往老家去信呢？所以我上次捎去那封假信实在地对不起了。那有什么关系，无论是谁都有走运不走运的，所以那件事就不必谈了。可是我听丽琴告诉我说你们两个人到这儿来倒出息了，我听说我的心里非常高兴呢。啊，丽琴，你认识丽琴吗？我怎么不认识呢？丽琴是她的妹妹。她是从小就到东京来的，你们当然不能认识了。原来如此，我们哪知道呢？他既然是你亲戚，关于你的事情他怎么一点也没对我们说呢？那是我不让他说的。丽琴啊，宋先生和陈先生来了。丽琴，你下来。好。哦，你们二位来了。坤妈妈，坤妈妈，姐夫到底叫他们找着了。说起来这也是有缘的，老王，咱们三个人今天晚上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晚上，我还有不少的话想跟你说说，是不是老陈？对的，咱们拉老王还到那个地方去。不过我哎，你还客气什么呢？大嫂，大哥今天晚上可得陪陪我们，对吧？请吧。我不能去、走吧走吧，我去。走吧。丽琴小姐，我再来的时候一定给你买好东西来。谢谢您。我还是不去了啊。穿衣服走吧，快点，快穿穿衣服走吧。哎呦哎呦哎呀哎呀，怎么了、怎么样，行不行？好没有好没有，没什么，麻了一点。哎呦，快戴帽子，走走走走。对、哎、来快走吧。哎呀哎呀哎呀，快走，我还是别去了。哎，没关系没关系，快走吧。谢谢，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哎，等一等等一等。徐先生。哦，王先生吃上哪儿去了？刚才我还遇见了。哦，以前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就是那个宋先生和陈先生，他们两个人说是要喝酒去，才把姐夫领走了。哦，你怎么也上这儿来了？你还问我了？你怎么也来了？我问你，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找老王有点事情啊。真的吗？可不真的，我还能对你撒谎吗？好，我明白了，我可不是来找老王来的，我是找丽琴来的。啊，等等等等等等，我也跟丽琴有点事情。坤家。坤家。请上来吧。啊，我们进去不打搅你们吗？没什么，请上来吧。哎，你们还不认识吧？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徐先生，这是我到东京以后认识的。
徐先生最近才毕业。徐先生，这位是宋先生，那位是陈先生。哦，都挺照应啊。你们俩来有什么事情吗？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哎，怎么没事呢？喂，丽琴小姐呢？她在楼上呢。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事，不过问问。提起丽琴的事情，喂，话是二人に話そうか。哎，そうね。哎，いいですよ。什么事情？不瞒你们说，丽琴呢，最近就要结婚了。什么？结婚？哎，啊，和谁结婚呢？你们听说丽琴要这么快的结婚，大概不免要惊讶吧。其实他和这位徐先生早就订婚了，因为徐先生最近就要回满洲去，我想把这个喜事办完以后，我们一同再回满洲去。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哪能知道呢？那么丽琴小姐也一同回满洲去吗？对了，这是给大嫂买的，大嫂要是不喜欢的话，请给丽琴小姐吧。哦，谢谢。哦，你们二位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哦，才来。丽琴小姐，大喜大喜，听说您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我们回去吧。好，回去吧。啊，好，回去吧。好，走吧。啊，そうですか。よくわかりました。私はあなた方の新しい出発を心からお祝い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私は喜んであなた方との契約を解きましょう。これは。お祝いの意味と今までのお礼です。取っておい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あ、二人とも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れたま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二人とも幸せを祈ります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もうずっと満州行っちゃうの？ええ。またいらっしゃいね。ええ、またもありますわ。お別れかと思って寂しいわ。本当にいらっしゃいね。ええ、待ってる。ええ、ありがとう。市长辞别了，我们还是回满洲去。是吗？我也是为自己来的。啊，那么我们不是能一同回满洲去吗？是啊，我们回到满洲的时候一定要一同努力工作的。好，咱们一块回去吧。走走。